看哦，为什么要笑？因为很好听哦，很感动，喜极而泣。不是，为什么那个参赛选手都会改歌词？啊，哦，参赛选手本身也从事创作。刚才我们川田大哥改一句歌词，哇，你们都没有听到哈？我有注意听，大家都有听到。哎呀，很可爱哈。时间呢，又到我们大放送的时间了。是的。那么在大放送之前呢，我们请到了一位，哎呦，把这张一点掉，一项掉哦。不简单的人物啦。管你啊你们。我讲出来，女王你都要震慑三分。我要退后一下哈，哎。台湾艺能界总舵手。总舵手。歌唱星星摇篮之母。摇篮之母。你知道是谁吗 ？I don't know。哎，好，那我们来热。我只知道她是美魔女。哎呦，哎，你猜对了，没错，是，就是我们的吴秀环美魔女。耶、yeah, ，好幸福的会长啊、哦！真的看到她都幸福了啊、哦！
看哦。你如果下次哈唱这首歌，一样像今天这样的演绎，在陈真的手中一定拿到93分以上。哎呦，真的真的，因为呢，唱歌呢就是感动。哇，而且你把层次拉得漂亮啊，所以说。不在于你的声音是高或低，很多选手都有高音的迷失。是的，错，哎，如果你让我们听起来很紧、很有压力，啊，就不舒服。不舒服。刚才在后台，我真的很认真的听。哎呦，你那在干哦？来来来，我们也请环姐为我们摸出，首先先摸出一台烤箱，烤箱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我们所有的贵宾、好朋友。参赛选手哦，赶快把你的摸彩券拿出来哦！哇，哪一位是这个烤箱的幸运得主？是石美英，石美英31987838，31987838，要在现场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，恭喜你！恭喜恭喜！还有马姐，再来三台，我们360度的。凉风扇哈，凉风扇，三台，三位，连续三位，好来。曾青南，曾青南，319892，319892。好，恭喜。我都有看到我的名字呢，可是都没有人拿起来。对，因为我在等49寸的电视。黄信飞，黄信飞，482126，他是482126参赛选手哎，参赛者，恭喜恭喜，好，好，三位还有10。